及社区服务正在开发能让你更简易同我哋沟通嘅方法，为你提供更多选项，让你能掌控申请状况，并提供更多嘅弹性。有时候你必须到访我哋其中一间办公室同排队，或拎住电话听筒等候，先至能同我哋联络。呢两种方法都花费咗可以更加善用嘅时间。我哋听到你期望改变嘅心声，并着手改善大部分流程，透过网上系统改善同现代化我哋嘅服务方式。MyHousing 网上服务包括网上申请、账户和资讯、e-repair 以及 e-pay。 MyHousing 网上服务每周七日，每日24小时，在你方便的时间和地点为你提供网上服务。偏远地区居民会因此获益，此后无需长途跋涉到访我们的办公室。现在你可使用 MyHousing 网上服务，在网上申请房屋援助，检视你的账户或网上申请资讯，安全付款，以及申请非紧急维修，随时随地。如果是 e-repair 和 e-pay 使用者，你无需注册。针对网上申请和账户和资讯，你需要注册去建立账户，以便使用这些服务。在每个阶段，我们都会提供清楚的指示说明和资讯，掌控在你的指尖之间，协助你面对和处理任何你心里面可能有的疑问。全新又便利的 MyHousing 网上服务，让你更轻松办理我们的服务。但是你仍然可以在方便的时候选择到访你所在地的办公室，或致电和我们联络。想知 MyHousing 网上服务可以怎样为你服务，请参阅其他短片。